对啊，所以他是说到几点啊？是五点半啊？是五点半开始。好，是五点半开始。你有什么毛病？那我修个经验。所以就是要重新影响到快快快！哇，这这么大一瓶怎么拿、啊？哦，先不要，先进去。东西先放的话，茶壶看起来放。哇，是房间。哇，这样就好了。哇，哇塞，这个铅笔是黑色的、啊。可以开始吃饭，先去排队。Nice。五点半，现在已经5:21。对啊，我觉得超帅。哇，你应该写这个。对啊。这是什么？先去吃饭吗？还没啊，就还没开啊。不用先排队吗？因为光我们这些人，哦、我要先掠走肥皂。走了吧？好啊，走啊。啥意思？我还在肚子不饿，快快快！啊，可是我没有肥皂啊。什么东西要带着？我不知道，你可能需要一点暴力。太好玩了吧！嗯，干嘛了？哦，他只给一张融卡，要不要预抽？哦，听起来不错哦，这就是607房，帅。